解锁外卖盒子的隐藏玩法。圆形外卖盒盖剪出自己想要的大小，固定一根雪糕棍或者一次性竹筷，用油漆笔画上图案，也可以用贴纸来装饰，一个简简单单的透明小扇子就完成啦。踢一踢贴纸粘贴在厚实一点的盒子材料上，剪下来粘贴在透明的小夹子上，分分钟改造成卡通小夹子。材料上画出圆形，剪下来打个孔就是简约孤卡盘，盒子的材料越厚实质感就越好。不会画画的宝们找同桌借两张贴纸，直接沿着贴纸描出图案，轻轻松松完美复刻。画好的图案剪下来就是透明的贴纸，用点点胶来固定。找一块平整的材料，剪出几个透明的小梯形，我们需要四个小梯形粘贴固定在一起。粘好就是一个简单的投影仪，直接搜一段投影素材下载到手机，关灯看效果。